好的，各位，这一局是对我录的第七局哦，好不容易又找到一房有这个高速装填了，超感动，真的是好不容易，这个技能超难拿哎、欸，真的是，哦哦，这个感觉真的很爽哎、欸，哇，它直接飞在天空上哎、欸，只可惜啊，远距离打的话伤害是没有那么高啊，有点可惜啊，哦，这个房间我真的找超级久哦。真的是超级久，哎呀，因为不是马上就死掉啊，就是我没有这个高速装填，然后我又玩到了那么后面那些局数，你知道吗？我打得非常的累啊，但是这把呢算是蛮闪的、啊，这个子弹因为蛮闪的关系，所以它可以一个扛多个、啊，而且你不用太准，你不用瞄太准也会打到，就是也能插到边啊，还算不错的一把武器。想想看、啊，有这把，应该说人手一把这个的话，啊，好了好了，正常发挥了。人手一把这个的话，如果躲在一些手点之类的，那想必是应该是灭不掉啊，除非有一只无敌僵尸哦，水僵之类的。我看能不能洗掉一把圣材，哎、欸，可以 ，nice。因为我们没有这个保命的枪啊，也没有那个什么圣盾之类的，所以呢，我们只能选一把。看能不能随到一把这个圣彩啊！不过我这把是僵尸，所以就算了。你看，就像是这样，就会浪费掉一场这个高速装填的机会啊，比较可惜啊。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变异啊，二段跳、狂热有、欸，这个是弹药增生吗？然后高速装填 ，nice， 精准也有，好，还有一个暴击的样子，很赞啊。感觉变异不错，好，感觉变异不错，哦，洗掉一把左轮啊，知足啊，知足就好，左轮就够了，啊、哦，一把大剑呢 ，nice， 来、啊、我们一个喷啊，一个喷，直接把它打飞啊，虽然打飞没什么用，但是会让他觉得哦，好像很难受这样，这把枪主要就是来让僵尸难受，手点也算不错用，前提是没有无敌僵尸。要打输出，应该要打近战的。要打近战的话、啊，比较难一点啊。有没有看到一个暴击 3500 还是远的哦。啊，这个距离是远，你看他完全没有办法过来，他直接被定在角落啊。啊，再见啦，各位。哎、欸，啊，四发的喷，你看我不敢靠他太近啊，生怕啊，算了，靠他近一点，近一点就有视线了。算是非常恶烂的一把武器，但相对他子弹喷的也快啊，就有点可惜。来、啊，我们这边看一下有没有僵尸啊。没有的话，先来去补子弹了，要不然这子弹真的是少的可怜。哎呦，来来来来，有一只有一只，哎，先把这个夜视镜给关掉。来，哎、啊，这不是我们的哎雷比吗？雷比兄弟，哎，你好。有，我们守这边好了，守这边感觉视野算蛮宽广的，应该是不会被僵尸偷袭。我试一下单发好了。我单发也是有这个击退啊、哦，好了，好开六，直接开六，不然我怕搞不起来。要求，这不开六，刚刚那样搞应该是搞不起来。那我们这里切单发打就好了，然后再切四发，远一点的话我就切单发打好了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这个碎皮先干掉，我还是直接飞在天空上给你打哎、欸。美败啊，不错不错，来来来，再一只再一只，哎、欸、哎、欸，在天空哎、欸，有时候就是会这样啊。如果在天空的话，就是虽然不会那么麻烦，但是你要为了看它，所以你要抬头啊。如果其他僵尸过来，你就完蛋。现在有一堆僵尸要过来我这边了、啊，哎，我一个扛很多个、啊，一个可以扛很多个，因为它这个散弹超级散的，哎呀 ，nice 啊，虽然可以扛得住是扛得住啦、啊。但是我他妈的会没子弹啊，哎呦，哇操！可以躲住吗？哎、欸，可以吗？可以躲住？哎、欸、，nice！ 光这一把就可以扛那么多只僵尸，你想想看，假设一群人啊躲在这个家庭啦，啊躲在这个公寓内部啦，啊僵尸应该是没有办法。前提是每个人都要有这个高速装填啊。哇、哦，这把还挺赞的，不知道上次谁推荐我的？好，谢谢你了。
之前我第一次试玩的时候，我想说打一下，射速不怎么快，我就直接把它放弃。但是后来想了一下，在捡的时候想了一下，好像真的有那么猛，因为当时测的那个击退力就很高了嘛，对吧、啊？你看它在天上飞啊，虽然距离不是很远，就是因为距离的关系，所以伤害不是很高啊，不是距离不是很远，讲错。这样算蛮耗子弹的，而且打不出什么伤害。最主要就是让僵尸有一个，非常难忘的游戏体验。这边有一只挂机仔，在想要不要打他、欸？算了，不打他了，我们去打游击吧。Nice， 是有胜才比较好，因为这把真的很需要顾屁、欸，它不是一个全方位的，它也是需要瞄准。就相较比起这个其他散弹来说，这把算是比较不需要去刻意瞄的，因为它是真的很大，它很大，它超大，然后伤害又足够，机会又够。哎呦，哇哇哇！等一下，一堆僵尸来了。等一下，这边的话应该要开个六了。哦，你看一个人扛超多只啊，超扯，直接飞上天。我们这边开个六哦。等一下他，等一下，哎，对对对，进来 ，nice， 哇，两万多，太扯了吧，两万多，哦，一扛多一扛多，哎，这个还想出我，哎，找死是吧？帮上面那个顾一下，他感觉要死，等一下，你先帮我，哎，苟住了。敢差点死掉，怎么突然装弹呢？啊靠腰！没事没事，可以啊，不行。好了，各位，最后一局了。其实整体来说，这把枪我觉得真的是不错、啊，真的不错用。不过就是需要一些辅助武器啊。哎呀，怎么都没有什么屌一点的枪呢？金蝎，哎，好吧好吧，真的是没有圣盾也没有那个圣铲，要打这个难上加难。打游击的话。持续的来找这个僵尸，哎，里面好像有僵尸哦，哎，我就知道你在里面啊，哎呀，找死啊！有没有看到啊？他完全没有招架之力。这边好像有僵尸，可是他会击退，你看，有时候因为这个击退就很麻烦，你想杀个僵尸都不行。哎，来来来来。对，飞上天，你哪里？对，下来，正想着要怎么处理你，你就这样给我下来。哎呦，我觉得还好反应快，你他妈的，你怎样啊？啊，不就很嚣张啊？我感觉我要死了，单发定好了。啊，真的很奇怪，为什么这僵尸都会复活在我屁眼？还是我的屁眼有什么独特的魅力？好了，不管了，大概就是这样了。录了七场，哦，这场是最后一场，总算给它完结了。